前最有话题性的一次推。开推哎、欸，好快好快！哎、欸，高到了吗？这么快的吗？现在该被撞到了，现在该被敲到了，一等的稿子爆炸了。我确定有算过的，哦，就他是站在后面，然后人全部蹲好之后，他开推那个雪球。直接冲进去，我不管你里面有人，我直接照进去，血槽看起来这是完全没有失误的，他是直接照进去，我直接傻眼，他好惨啊，他除非第一时间看到直接交闪，不然，可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那位置两边都没有重击，都在等，都在等，然后等下血槽直接走过来把他吃掉，血槽来了，血槽来啦，雪球过来了，推得很远，但是最后的话血槽拿到了吗？血槽拿到，两边人重击都没有好，就那个鸟手半天血槽的。哎，但下一步的话是一个黄金交叉，但是看起来一个月云重炮直接把对方给定在原地。Boxer 交出了治愈之后，是勉强躲掉死亡的危机，在这里勾到万军从中直接攻到 Quick， 但反正再一个太阳圣剑直接指进去之后，两边同时套上了虚弱，这一波的团战谁会获得胜利？在最后的话，无敌是杀掉了 Boxer， 然后在中的话也是一波 gank， Raven 也被逼出闪现，往前打出一个灵魂收割，这个点燃他拿一棒敲死 Raven， 太惨了，拿这个血怪好猛哦！哇，这个努努看起来是颠覆了 PCS， 他只要直接这边推，因为这边他是没有闪的，柱子。主刀、啊、死了，推到咬到死了 ，Raven 死掉，然后你推不赢，跑一跑不赢，你大家就很惨。哎、欸，你是不是有点深？无敌又欠钱，交了闪现，但是一套的 all in， 无敌还钱，但是没有闪现应该不能抢吧？这边哎，后面有传送哦，凯能有六吗？凯能位置很好啊，凯能有六，凯能想电，天雷勾动地火，这一波直接爆电，直接电爆了阿来的所有成员。虽然说被击杀掉，但是后续赶到了雀巢，已经帮 JT 完美的完成了报仇，会有塔杀的风险之类的。但是这里来了极冻领域，完蛋了！对，哇，这是在打 solo Q 是不是啊？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而且他就是要负责走进去的那个人。然后雀巢直接开唱，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让球先进啊。Hello， 超痛，那这边可以让球有一点惨。然后现在新世界看起来是危机重重，大难临头。不要啊，他又要死了。什么时候要电雷霆风暴啊？这里雷霆风暴在 CDS， 哈娜闪现普攻，大棒子直接锤爆了杰西。出来啊，十一分，哎、欸，五千很多，五千已经相当于是。还是自己经济的上面。哎，这是我单杀了，是这个。哎呀，没有任何的悬念，最后直接一个闪电。这怎么玩呢？零四零，这怎么办呢、啊？来了 ，Rest 的招牌，而且这 RSG 看起来都是已经说好了。这刚刚 Raven 死的时候比个 JT， 其实开始的时候也比了个 JT。那 Rest 就是带着他一起进去，带他一起走。哎，但这个时候想要来挑战一下新世界吗？然后等级也没有真的要输很多，然后装备也还好，还跟得上的时候，赶快做。哎、欸，他又要电人了。哎、欸，他这个太凶了吧！往前的话打了不到半血，然后又亮了个牌子。这新世界在 JT Rest 面前亮了个 JT， 又是一个火箭包，比你个到站，一路赶到了塔下，再给一个雷电手里剑。新世界准备不见，还丢了一个反边。太残忍！这边雪球推过来，雪球过来了，直接逼两个闪现，但是还是撞到了，撞到好运姐，然后闪现过去，直接给一个机动领域，但这时候雀巢反而被球一下就给卷到一套伤害 ，RSG 的 One Ball Combo 终于配合起来，决定哈娜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三名成员倒下，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 ，RSG 展开了自己反打的契机，哈娜也要被一阵的追逐，后面一个 QW 技能，最后是由雷欧娜的 W 技能拿下了 shutdown， 哎呀，但是他已经回家了。这边是追的有一点点远啦，就是刚刚那个雀巢的那个，为了要他的雪球要中，其实他人是达到一个我觉得算是蛮深的位置，哦，其他人其实跟不太上，因为小 B 很痛的，但是后续真的追太深了。那这边其实追的有点太深了，这个惊人其实我觉得还蛮漂亮的。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小 B 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输出空间了，他刚被卡在右边，是闪现才进场，但进场他直接吃到了球，再加上好运姐大姐瞬间倒下。这个隐藏在阵型之中的球直接卷到了 JT 的三名成员。对 ，JT 可能是追击追得有点太欢乐的，没有看到地板上的球，太开心了。对，这波一掉了之后，不仅是装备有稍微打回来一点了，然后龙好像也拿到了。毕竟那个 Wobble Combo 操作系数比较难度比较低，然后也比较容易成功。哎，你还敢清兵？再见了。这里出来是怎么个回事呢？哎呀，这里看起来不会是心态有点爆炸了吧？
这个推我是真的很怕砍人电。但是熊这位置有机会隔墙跳过来吗？其他人跟不到吧？哇，闪现直接硬大，但是队友跟得到吗？后续啊，先给他一个前行冲击，这是好运姐暂时间是没有办法放大局，但小 B 被秒掉了。这波 RSG 再次的配合成功，乌迪这边也被留住，枪林弹雨直接缓速，然后再一个 QW Raven 开始运球，跑得飞快，又是一个运球。怕不起自己相位收集的跑速，最后的普攻直接带走了纳迪姆斯，果然够把兵线往中路挤喽。哎呀，不要再杀杰西啦，一个柱直接柱过来，柱到啦，有闪现，完蛋啦，转身开锤，凯能先给一个手里剑，最后不选择交大在他身上，快速结束游戏的时间。不过 RSG 也慢慢的将时间给拖延，这边先破魔，然后直接开电。后续的话，这边看起来是打不出急杀的吗？跑得飞快，闪现直接硬杀，新世界表示赚。哇，先给一个大招，然后推了个小雪球进来，一个勾勾的好运姐了。哇，凯能凯能跑得超快，往前先电谁，想先电后面的一个好运姐，但电不到好运姐，但是好运姐少了一个大招，但是原地一个 double kill， 极冻领域是冻死了这颗人头，闪现过去一个勾、也逼出了闪现，但此时雀巢过来了，雪球来啦，直接推到之后球力卷大招，其实卷到很多人，但是还是要被亚菲利奥给 shut down。 哇，有着赤焰冲锋的这个散弹枪可以吗？高速清兵，但是后续的话 Boxer 则用尽自己最后一丝的力量，毕竟兵没了，控制的挺好的，但是 RSG 所有成员都赶过来了，这往前的话还是拿下这条水龙龙魂，决定拿完之后想走，但雀巢一个人被留住，可能要卖掉这个努努，然后往后的话他拿闪现 Rest 是有闪现有大绝的，这其实挺危险的哦。亚菲利奥刀跟装枪跟装都很好哦，卷两个小心打团战，这一波的 One Ball Combo 想配合，但是来了又是一波天雷，又是一波闪电，这电中了一个 Triple Kill， 太绝望了吧，真的亮白旗了，真的受不了了、最后结束前的闪现也要让 JTeam 准备要重回第一名的宝座。哇，这个 RSG 后面这边，这个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点太拼了啦，因为虽然说少了，刚刚少了一个血槽嘛，然后但问题是凯能的位置超好，他是有闪现有大绝，然后亚菲利欧状态也是几乎是满的，所以刚虽然说大绝卷到了前排两个哈娜加上无敌，但已经把所有的 RSG 人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之下，Rest 跟小 V 的输出基本上没有人限制， Rest 进去直接把后排都电惨。是台北追战队的中路雀巢潮哥，先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JTeam 的中路雀巢。OK， 那中路努努真的是一支很特别的角色，我甚至刚刚去查，是第一次就是赛区内选出这个角色，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支角色的技巧呢？ Okay, so New New Mid is a very special pick in the mid lane, and it i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in PCS that anyone chose it in the mid. Can you share with us, is there any trick playing it in the mid lane? 技巧就是你的雪球要能够把后排兵清掉，这样，然后清线会很快，然后会给对面很多很多压力，这样。Okay, so the trick playing is that you have to clear the wave very fast because it helps you and it will kill the waves really fast. And so it will give a lot of pressure to your opponent and is a very easy champion to play. Okay, 那紧接着想要问就是其实你们在中期好像是遇到一点乱流，在窄口被对方的 combo 给接到一波，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会遇到那样子的危机吗？So during the mid game, you guys were in the red side jungle, and then in the red buff area, you guys met with Orianna and Misfortune's old combo when you pushed your snowball in there. Did you expect that to happen, or did it happen without your noticing? Or what? 其实我们赛前都知道他们的反开阵容很强，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打得有点太嗨了吧，然后就一头栽进去，所以就给对面秀了机会这样。So we actually knew that their skills are really strong at that point, but we were having too much fun, so we just went in without thinking too much, and we gave them a chance to beat us. 那接着你们要面对的对手是春季赛的冠军 PSG, 你们已经准备好战术了吗？ So you're going to be facing spring season's champion PSG next. Are you guys ready? A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strategies to play against them? 战术还是准备很多的吧，但我们最重要的重点还是以平常心去打，然后把团练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就好。So we did actually plan a lot of strategies, but the most part is that we have to play naturally and perform a level up our performance as we do normally in practices, and we'll do fine with that game. 那当然也恭喜你们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方毅，也谢谢雀巢接受我们的访问。